天就大家要填入的就是你的名字，你的名字，好，大家应该在上一次自我介绍就已经知道了。然后这边，好，先不用填没有关系，先不用填没关系，好，我们慢慢来。然后再来是我的故乡是哪里，哈，那大家没有意外就是南投埔里嘛，南投埔里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就是有名的 spot，有名的 spot，有名的景点是哪里哦？那我们这边填入景点。嗯，好，填入景点。那这边还有一个哇，空格到底要干嘛呢？要干嘛？我们等一下揭晓。那最后呢，请大家在板子上的时候一定要写说 ，Zehi asobi ni kite kudasai， 就是邀请别人来玩哦，诚挚的邀请别人来玩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空格到底要干嘛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大家有看到下面嘛？哎呦，下面有四个选项，然后上再拉上去星星的部分，就是表示说你们可以挑其中一个选项，哦，挑其中一个，然后填上去，看你要一样继续介绍景点，然后还是你要介绍两个景点，或者说你要介绍食物很好吃，或者是说两个食物很好吃，哦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，一个一个来看，不要紧张，哦，好，那如果填好的话，大概会。哦，假如我选食物很好吃，我就填上去，像这样，像这样，好，哦，像这样，食物很好吃，那这边就填你要写的食物。好，噔，好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，一个一个来讲哦。哎呦哎呦，这样看到好 ，OK， 好 ，You may not spot 啊，什么什么 des 哈，哦，这边里面就是要填景点，那大家跟我念一次哦 ，You may not spot 啊。哪里哪里です。好，那这边哪里哪里就是你们要填进去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，好，先来单字哈，单字带着大家念一次。好，那我先讲中文，我们的日本同学要出场了，大家哦，拉紧神经啊，不是好，要出场了，所以我先讲中文，我先讲中文之后，日本同学会讲日文，好，那大家了解一下这个。这个景点的日文要怎么念？那你说嗨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日本同学会说嗨，那说嗨的时候，你们记得要跟着念一次哦 ，OK 吗？嗨，嗨，很棒。好，那我先，好，第一个是日月潭。日月潭，嗨。好，日月潭，日月潭。好，第二个是吉吉火车站。吉吉駅，嗨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好家乡，我们所在的位置，埔里。啊，哦，不小心我念出来，埔里，埔里，埔里，嗨，好好，那就这三个。那我们下面学习单下面还有非常多哈，我们一样都会讲到。好，那这是基本的句型是这个，然后再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句型。好，可以选择的句型。哦，第一个就是 more you may this， 嗨。对，然后这个 more 就是也的意思，也很有名，也很有名，好，哦，也很有名，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什么东西很有名的嘛，然后我们要再讲一次什么东西很有名的时候，要说什么什么也很有名，好，哦，所以是 more you may this， 好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单字的部分，来，第一个是吉吉的绿色隧道。ジジグリーントンネル、はい。好，很棒棒。好，再来是九族文化村。九族文化村、はい。九族文化村、九族文化村、九族文化村。好，那我们最后一个哦，很长哦，最后一个很长哦，我们加油，南投国际沙雕艺术园区哦，中文就很长了，日文超长的，好，我们来念一次哦，大家听好哦。南投国際砂雕国アートパーク。啊，好长对不对？好长，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，我们分开来念，好，先南投国际。南投国際。然后沙雕艺术园区，砂雕国アートパーク，砂雕国アートパーク，砂
对，好难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想起这个哦。好，如果想挑战看看也可以，好，挑战看看也可以。好，那就什么也有名，什么有名，什么也很有名。好，那再来就是。哦，要讲三个点，如果大家觉得两个点还哦一个点还不够，讲三个点哦，就什么和哦，我刚刚是看过了吧？那个什么和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个汉汉这边偷偷是汉的意思，什么汉什么也很有名哦，什么汉什么也很有名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来念说，哪里哪里都，嗨，哪里哪里も有名です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单字的部分哦。好，然后我们 Misaki 来带着大家念哦。好，第一个是紫教堂，紫教堂哦，这边有紫教堂。神教会，好，再来是哦，大家应该很非常了解，就是中台禅寺，中台禅寺。中台仏教寺院，はい。中台仏教寺院。好，我们再念一次哦，再念一次哦。中台仏教寺院，はい。中台仏教寺院。很好，然后再来是东浦温泉。东浦温泉，はい。好好，再来是水里蛇窑。水里蛇窑吗？哎，哦，很棒吧？好，再来是哦，又很长哦，又很长哦，大家加油！紧急昆虫博物馆。紧急昆虫博物馆。好，停，我们开念，我们开念。紧急，好，先紧急。紧急。はい。昆虫。昆虫。昆虫。博物馆。博物馆。はい。好，我们再念一次哦。近畿地昆虫博物馆。哦，很棒，赞。好，再来也蛮长的，惠孙森林农场。エソン森林農場、はい。哦，这个很棒，大家一次就念会了。好，那就是这些，大家也可以填上去，好，填上去。好，好，再来就是终于要到我们的食物的部分了哦。大家的那个纸上面有帮大家标那个外来语的话，有标那个罗马拼音，然后或者是说。平假名的话有帮大家标那个标音哦，标音哦，在那个学习袋上面 ，OK， 有看到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哦，好多哦，哦好，那我们先什么什么が美味しいです？哪里哪里が美味しいです？はい。好，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哪里哪里都。はい。何々が美味しいです。何々が美味しいです。哦，这边说明大家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不是跟刚刚一样用摸？大家有觉得奇怪吗？好，不管有没有觉得奇怪，我就是要讲怎么样。好，好，就是这我们刚刚讲摸，是因为我们固定的句型，好，大家有看到固定的句型已经有说什么景点有名了，所以我们要下面再讲，以中文来说的话，也要说也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食物好不好吃，我们还没有讲过，还没有讲过，好、哦、是第一次出现的，所以不用讲么，讲嘎我们系就好了，好、哦、嘎要讲嘎，好 OK， 这样有比较明白吗？哦，好 OK OK 哈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单字的部分喽。好，第一个、哦、我们大家看刚看过了，就是矿泉水 ，mineral water， 嗨 ，mineral water。好，再来是绍兴酒。烧过酒，嗨。好，再来是香蕉冰淇淋。banana ice cream， 嗨。好，再来是巧克力，巧克力。chocolate， 嗨。好、哦，这大家。
这应该在附近有一个什么18度 C 很有名嘛，哦，也可以用这个来写，哦，Chocolate 很有名。好，再来是瓦吉，瓦吉。お餅。はい。是很像。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很棒，对不对？还有就是未来的。好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茭白笋。マコモダケ。はい。哦，这个很难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很好很好。好，再来下一个是乌龙茶。乌龙茶，哦，好，我们不要受刚刚那个东西跳出来干扰，我们继续。好，来咖啡。コーヒー。好，再来是温泉蛋。温泉卵。好，很好。再来是美酒，哦，大家一样不能喝哦。梅酒。好，再来是百香果。Passion fruit。好，哦，百香果很像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再最后一个是飓风葡萄。巨峰葡萄。好，哦，再念一次哦。巨峰葡萄。很好，很棒，好，很多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大家不用急着，就是一定要全部会，挑你自己想要写上去的写就好。当我们遇到日本人来访，或是我们去拜访日本时，学会了简易版的介绍家乡，再加上这些形容词，就可以让介绍家乡的句子变得更加有趣，更加丰富哦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下去。第一句，旧族文化村が有名です。旧族文化村が有名です。九族文化村很有名。第二句、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が美味しいです。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が美味しいです。珍珠奶茶很好喝。第三句、ニチゲズタンが綺麗です。ニジゲズタンが綺麗です。日月潭很漂亮。日月潭很漂亮。第四句。シリンヨイチがにぎやかです。シリンヨイチがにぎやかです。次林夜市很热闹。次林夜市很热闹。第五句。ディアボロが面白いです。ディアボロが面白いです。扯铃很有趣，扯铃很有趣。最后一句，バイクが多いです。バイクが多いです。机车很多，机车很多。好，那大家都知道了吗？よくできました。事实上，和日本人进行交流时，除了日文，还可以加上国际共通语言英文，以及简单的身体语言。如果接待的日本访客来台湾一阵子了，或他们会一点中文，我们也可以尝试将日文加上一点简易中文，やさしい中国語，来进行家乡的介绍哦。